这把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乐器，将在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陈浩伟的巧手之下，与中华国乐团一同为大家呈现《云山寺》。当古老的旋律遇上现代的编曲，相信在座的观众都会被深深吸引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古筝与乐队的完美融合，掌声有请。
Thank you.